们今天来到一个商场，是专门卖野营装备的商场，然后今天带大家看一下都有卖什么东西。他家牌子各种各样的产品，这个是他家出的这个小水壶，铝制的，特别漂亮，但是很贵哦。所以我在前几期视频的时候，我在国内买了一个，挺便宜的。这一个壶的话，这个要3000，这个是最小的 size 吧？3000的话也还好，没有很贵啊。就是做的很漂亮，你不觉得吗？它只是个铝的嘛。对，特别轻，特别轻，就是清新嘛，感觉。这个是它的大的号的。大的我感觉啊，就是有点水有点多，装的有点太多了。是，这是他家的这个防风罩，这也可以直接做他家的酒精炉，坐在里面用酒精炉烧，这样的。这都是防风罩吗？对，它这个防风的，在它下面这有这个吗？可以把酒精炉直接坐在上面。对，这是他家这个，也是很有人气的，跟这个艾维尔牛是相当有人气的，很多人选择它是因为它可以这个燃烧途中把它熄灭，它是里面带一个这种盖子，就算燃烧不完的话，可以直接摞上，里面是这样的。哦，这个也蛮好看。它这个是铜的嘛，导热也很快的。后面是它容积感觉更小了。铜制的嘛，就是这种复古的。然后你不是在这燃烧吗？燃烧以后，很多时候是你水已经烧完了，燃料没有燃了嘛。但是这时候你就一直等它燃烧完的话，就是像艾维尔牛只能等它燃烧完了。那酒精就浪费了嘛。但是这个他家的就是你想停止的话，就拿这个盖子把它扣上，它就火就会熄灭。然后把这个盖上。艾维尔牛的用嘴巴吹一下就灭了。但是那个酒精会挥发，就浪费了。它可以这样拧上，然后酒精就不漏出来吗？对，不会漏出来，这种你可以装着走。这是他家的这个专门放酒精这个，放进去。这个吗？这个3400水后。那跟那个差不多。差不多，就是它差不多，但是它火力好像没有艾维尔牛猛。你看，它这个防风罩它可以放在这里，这个是也可以放的，正好他家都是为它而设计的。这个很精致哎。它这个也是为它设计的嘛。是为他设计的烧水的，然后再加上他之前刚才拍那个壶，这一套设备是不是很酷？这样。大概是这样。然后这个是他家的，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啊，这是他家的固体燃料这个装，这个支架。就是你点固体燃料的话，把固体燃料放在里面，把东西搭在上面。中间那个撅起来那什么？这个是架啊。不是，下边那个撅起来。这个？这个是通风的，因为你固体燃料需要氧气嘛。你全密封的话，它就容易熄灭。这样，把固体燃料放进去，然后把这个壶放进去。我这个也蛮酷的。这个超级轻，超级轻。但是有很多人网友评论说，不太好用。就是不太好用，我也具体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刚才这个架子在这儿，可以收纳成这么点这么小。哦，这个我觉得比你买那个好哎。那贵啊，我买那个才1000啊，这个才4000啊，当然比我那。没有，你那个也好几千。他家这些小东西，酒精炉相关的东西做的都挺好的。但我觉得他这个可能只能用他家自己这个可以卡在里面。对，但是有很多仿他家做的这种酒精炉，有很多跟他做的是一模一样，但是材质可能是不同，很多仿的。是他家小锅。然后之前我也想买他家的这个饭盒嘛，他家饭盒可能他家饭盒没有了吗？他家饭盒太贵了，所以我在国内淘宝买了60块钱。小饭盒1700，大的可能是3000吧，我记错了。这个跟我买的开箱的那个饭盒，那个小的是基本上是一样大的。不看牌子的话是分辨不出哪个是哪个的，但这个牌子是不错的。这个就是很精致了，这个可以收纳上很小，这种。但这是那个高原的嘎斯，本身火力就比较猛。它这种坐在上面，
非常方便携带，尤其是一个人出去野营的时候，这种东西应该是必须的，因为它很小嘛，你随身背负的东西数量有限。然后这个是这种，我买了一个这个台湾本土产的一个，跟这个类似的，然后以后给大家再分享。这是他家的这种打火控制火量的，然后这个是这种，但是我觉得这种很不方便，就是你打开的话很矛盾，先怎么收啊？很矛盾啊！哦，这样收，控制火的大小。怎么收？这样。这有点麻烦。这样收纳。这个矛盾，这样坐在上面，而且好像不容易，这个不稳，不太喜欢这种。啊，这个不是扫刀的，这是谁家的？我就说嘛，怎么做这么这种产品？他家的，他这个是可以在下面生火，在上面煮东西的一个架子，质量特别好，这种硬钢，特别好质量。然后不好意思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牌，但是是一个日本的牌子。这种，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。这样放在这儿，很稳定。然后把火放在下面这种烤，然后把上面的东西坐在上面就可以直接烧了嘛，很方便的。这种架子可以放两个，两个到三个都可以。可以一边烧水一边煮饭。嗯，价钱的话是税后的话是3900日元。这个就可以用自制的那种酒精灯。做个两三个，然后放在下面一起烧紧。对，你不光是那个用自制酒精，你可以在上面直接生柴火，然后把东西坐在上面就行了。因为它这个是钢特别好嘛，特别耐烧嘛，也很稳定。而收纳的话就是这样的，变成这么平。这个蛮方便的。嗯，这个挺好的，这个好东西。这个是扫帚家的，比较有人气。刚才那不是扫帚，这个是它比较有人气的。对，可以收纳很小呢。